中国电影热浪潮，本事同根生争夺继承人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神秘兽王面具试图左右大局，爱上我你就能战胜一切，邪能敌正定是仁者必胜，英雄屠龙，最怕他也变成恶龙。梁小龙、月华、袁秋，火云邪神之修罗面具，11月4日电影频道独家首播。